我一哥们儿，可能是到了瓶颈期了。到了瓶颈期，他老想提升自己，又提升不了。我看出来了他的问题，可以说是这是一类人的问题，就是他们都在自己干。他们很少会帮别人干，所以他们的境界很难突破。我举了个例子吧，就是这些年来，我给他介绍了上百个人，促成了很多的合作。但是回想了一下，这些年他一个朋友都没给我介绍过，这就是境界。